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Yes! Prozzy got our first fish. Oh my god! You got to take by your hand. They just like keep the fish in the sea. Yeah, that's where they go.想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阳光？没有。沙滩？没有。比基尼？马博？这些都是白天的行程。我们晚上要玩的是什么？小高高。夏夜小高高是一般我们最基础不会归的一个行程。今天呢，我就是久违的夏夜小高高。待会呢，要从这里碧沙渔港，从这边出发去小高高。最近的白带鱼听说还蛮咬的，而且呢，夏天呢要跟朋友小酌聊天钓鱼一番。我今天呢就是要带两只菜鸟好朋友一起来夏夜小高高。他们两个呢夺菜没有钓过鱼，甚至呢他们害怕鱼。我最喜欢害怕鱼的朋友了。待会画面呢，如果有不堪入目的话呢，或者是脏话呢，请自行忽略。Rookie, fishing rookie, right? 对，我很久很久没以前做 fishing。你有钓过鱼啊？对，在南非我的 bachelor's party。啊、oh, ，I know， 单身派对，单身派对，告别单身的派对。对，在结婚以后、uh-huh. 我没有钓到。嗯哼，不成功。因为你那时候 seasick 不是吗？啊、我有啊，我有一点 seasick、哎、那时候， oh. 因为我是宿醉。Drink too much beer. always too much beer.、Yeah. How about you? You've been fishing、yes. sea fishing before? 有啊，在加拿大。哦、oh. ，也有很多 mackerel。mackerel 是什么鱼？好好奇哦，加拿大有什么鱼？青鱼。哦，青鱼。So do you like fish? I like eating fish. 啊。How about holding them, touching them? No. No? Okay, it's gonna be fun. It's gonna be, 应该会很好玩。对，真的，好期待哦。我们两个等一下就都给他拿。对。然后钓竿拿起来，然后拿。这个 fish， 为什么 ？Why you don't like fish？ 因为它是 sissy 啊。Don't let that. Oh. I hate that. I show you the fish, the target fish today is 白带鱼。It's that's not long. A fish. It's a monster. It's a goddamn monster. That fish not move a lot. Oh, okay. You just me too. 可是好吃吗？好吃。Oh, okay, 真的。You need to kill the fish, and we eat. Ow. With your hands, you're struggling. Struggling on its neck. 好了，我们等一下就上船钓鱼，好期待哦。Yeah, 好期待。Let's go. Let's go.Excuse me. Hi. There is another rock, like elephant's nose. You see that? 老样子，我之前有介绍过的，这边的观光景点之一，酋长岩。象鼻岩，象鼻在这啦。喷水。但是其实我两年前有来拍过，越来越不太一样了，风味变了，因为它是海蚀的原理嘛。大象的鼻子瘦了，这边是很好的暗泡白带鱼。好，观光团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东西通常都很好吃。我觉得啦，尤其是那种小搞搞的船啊，这一家好像也不例外。可是这个是基隆河管境限定才有。哦，真的哦，对，因为小管里面的小管锁管季，基隆的锁管季才有限定的。大家，我跟你们说，九月之前锁管季的船都是好吃的。然后因为是基隆嘛，名产吉姑拉一定要有。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我真的没吃过，我也没看过，他们说叫蛋肠，有没有很像那个马卡龙？可以吃到吧。它外面是软软上，口感像布丁，韧韧的像干贝醇的东西，好特别哦。然后还有很好吃的小馆，小馆的料理方式有很多，其实小馆新鲜就好，怎么料理都好吃。但是这个腌制的，小馆刚刚跟我大力推荐，他说这个超好吃的，一定要吃，直接上船先吃才会有 ASA。OK， 我们现在来教他们怎么钓。现在呢 ，bait。
就是 fish。好 ，bait 怎么说？中文怎么说？饵。你记得他们有那个有很奇怪的名字？高潮虾。哦哦 ，yes， 高潮虾。对。That's a shrimp， just a name。OK， 好。Never had one so。我的 video 会黄标。好 ，OK。He never had one. kidding. So we have to, Prozzy, you have to touch the fish. 那个 put here and watch the 钩子 Leave a little tail. Yes. 突然，英文中文都不好了。钓竿很贵吗？这只还好，3000左右。这个竿子 rod. Oh, just the rod. 对哈，这就16，怎么可能16？那这个是公尺啊，不用除啊。它这个。这个是米，这个是小数点第一位。哦、oh, 哦、oh, ，sorry， 帮我剪掉。Just poop and down slow. It will catch. The fish will catch. I hope. 啊、我可以讲中文吗？可以啊。它会咬的时候是咬在你慢慢放下的时候，它会过来咬。他们喜欢在那个时候咬，所以你就用力的举上来，然后慢慢的放下去。OK。它要的时候我要做什么？你就等啊 ！Scream 啊！哦 ，OK，No problem。我有夹子，你不要害怕，我有夹子 ，You can 夹那个，对不对 ？You got me。OK，Your turn。如果鱼咬的话，你就举起来就好了。OK， 那这是那个 hook 才可以勾到鱼。Where is your fish? It's my bait. Yes, 它吃掉了你的饵。刚刚那一根是咬上来的时候追耶，所以不是这样啦。我钓透抽是这样子哎。有。No。哇。More power, more power. Yeah. They just like keep the fish in the sea. Yeah, that's where they go. Oh, okay. 不要再卷了。啊 ？Too much, too much. 啊 ，OK， 怎么办 ？Open. Open. Oh my goodness， 是压力山大。Yes。Oh no touch no touch。它咬了很痛，会流血。Oh shit。Why is it dangerous？ Because it's teeth。Oh。Like a razor, like a knife。Yeah。这种鱼。咬到你的血不会停吗？一 ，Tassie，Tassie，Tassie。OK， 为什么我们选在这个时候来钓？因为啊，夏天啊，小狗狗它的浪是最平的。这个季节刚开始的时候啊，它其实不用走太远，静静的船程大概10分钟、15分钟就有鱼了。这不是很适合全家大小来玩吗？刚好现在呢，基隆市政府有推广这个夏日锁管季。你以为锁管季只有锁管吗？不止，现在柳溪的除了锁管、小管这些啊，还有白带鱼。当然，这种小狗狗还会有什么拔浪啊那一些，就看你用什么目标饵，就会对付到什么样的目标鱼。像我今天呢，用扇把，然后配合天涯来钓，就是白带鱼。最近白带鱼听说咬度不错，咬度好不好？我觉得我不在乎，我在乎它大不大，五指最好，好不好？至少五指。但现在浅永成都咬得还蛮浅的哦。一开始先让你轻松，之后你会比较累一点，因为永成会比较深。这体型还行哈。Oh yes. Inside. Take, 拿进来。No. Prozzy got our first fish. Oh my god. You got to take by your hand. 来。By yourself. Fuck that. Look at it.
Just hold the shears. Hold here. Yes. Don't put your finger. Quack. Me, Patty, get rid of it. 刚才其实根本不太用狼哎，只要你泳成对啦，你放在那边，它自己就会来找。白太鱼它比较特别的是，你在原地等没有鱼的时候，你往上提一点点，想说要跑掉了就跑来追。因为白太鱼在水里面，它头是朝上的，尾巴朝下，它是像一支箭一样，所以它会往上冲上来追。这只算肥耶，肚子是厚的，但不算很大，还行啊。哦，是哦。哦。棒球掉下去，鱼、oh. ，my fish，、oh. 啊，可惜哦，好累哦。哦，你也是定杆，好，你帮我夹三件，他们一人一件，好，谢谢。哦，three， yeah， number three， oh yeah。We call this car accident. 好大哦！其实呢，他妈妈就觉得你在拆不开，他拆不开，要不要不要？哦，还没中鱼了。第三只啊！还在啦，还在啦。也没有算很小，是不是比较快？现在比较简单嘞，怎么会这样子？快收，赶快收！不能让线松掉，线松掉就咬线了。它咬了就咬了。它会往前冲，追你的线。哇 ！Oh my！ 继续拍照。怎么铁板这么简单？哎、欸，你的手，因为有时候你掉天涯就很开心。不知道这个这么方便，还不用勾饵。所以你看，我下去就上来了。下去就上来了。强哦，默默的羡慕人家。太厉害了吧！他教我的。再下。好好玩，用铁板。还没有好。有量真的用铁板玩哎，我不会脏手，然后又。我们现在要打道回府，等下钓的量呢，我们上岸再看，很好玩呢。后来最后的铁板，我第一次用铁板钓白带鱼，我不知道可以这么好玩，而且不脏手，好好玩哦。下次都用白带，前提是要有量，才能这样子玩，因为扇把实在是好臭，不然你闻，好臭哦，手都是那个味道。进港了，好了，我们钓完了。非常意外的，我最多不意外，意外的是 Percy 五只，对吗？六只。Oh my god! Can you believe that? 你怎么可能？原来最不喜欢鱼的他最会钓，他是这叫台湾话叫做扮猪吃老虎。对他偏莫名，他说他好看，真的最厉害。所以你们打赌是$100？哦，对。我的钱包在海里，对。对，他太多只从那个水面上掉下去，掉了两只。三只。对。他都掉下去，就是老天爷不想让他赢。You lost all of her stuff in the ocean. Yeah, I lost all the equipment. You let you a fishing rod and you just threw it away. No, it's just a fishing rod. 为什么？好了，我们今天钓了几只？大概有30几吧。这些都我们钓的，哇！短短几个小时，我们才从6点到钓点，然后现在9点，3个小时我们钓30只哎，1个小时10只，3个人分摊。哦，对，10，10，10 ，I think it's fair。钓得很好，那下次还想出来玩吗？当然一定真的，下次我们钓更大的鱼。好 ，OK， 好，你可以来台中的园公园。啊，台中公园有 carp， 有 bass， 射钓的鱼。什么？好啦，那就下次见，拜拜。中天财经频道与您同行，联准会超鹰升息抗通膨，美国的他们的通膨已经开始下降，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就讲说啊，这个通膨的问题解决了呀，哎，已经结束了，对不对？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至少减缓。对，所以股市呢应该不会更坏。可是我的问题是，
这通膨的危机大概上大致上已经大概解除了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嗯、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呢经济景气衰退的问题现在才刚刚开始而且是全球性施工底加啦分析师林永年不藏私投资心法手把手教你把小钱变大钱请锁定每周晚间八点中天财经频道张亚平和您与钱同行